内地女星变面惊魂，姜文为选角头痛啊！你的样子如何，你的日子也必如何。好多女星都明白呢个道理，接面、戴眼、影后吸人马，还原靓靓全，变咗方包面，唔怪得全佢磨碎啦。但网民觉得系失败例子咧，下巴太长啦。同佢一样叫边边嘅都有好大变化，蒙住眼进化，包包面都进化，知名度咪跟住进化咯。只不过讲进化最多都系佢，童星变大明星，个样七十二变。内地网民话佢割过双眼皮、隆过鼻、削过面，先变今日嘅完全体。当事人啊，点会唔反击啊？仲叫人打佢一锤验真假。咁如果要拍佢戏，真系要验清楚啦。事关内地导演兼演员姜文，好介意女星整容噶。佢前有威尼斯影展，话嚟紧十一月开新戏，仲未选到角。唉，因为演员唔够天然，佢就仲觉得人生得平衡先好睇噶嘛。从来冇人因为整容而变靓。仲问点解要使埋啲冤枉钱，严做多啲运动，搞坏晒自己嘅脑筋，呼吁演员唔好再整容啊！佢嘅新戏一定会揀冇整容嘅靓女喎。